Konnichiwa， 大家好，今日教大家点样嚟日本旅行，唔识日文都可以剪翻个靓发。首先，大家可以喺地铁站拎呢本 Beauty 嘅杂志，唔同地域有唔同嘅版本，入面有好多发型屋嘅广告，可以俾你慢慢拎翻个 idea 先。又或者 scan 呢个 QR code 上去一个网站，喺网站度预先睇定先。等我都整翻个日本妹子嘅造型先。入到网站，简单会员登记，大家就可以揀定你心仪嘅发型屋，计划边日去整，洗、剪、染、烫、吹可以简单剔埋。你仲可以见到间铺嘅发型师嘅 design 同埋佢哋间铺嘅装修系点样嘅。揀啱心水套餐同埋价钱，例如咧，今日我想剪发同埋染发，仲可以见到唔同发型师嘅专长同埋年资，例如佢哋识唔识英文沟通等等。揀啱发型师，你就可以睇翻大家嘅时间表。指定嘅发型师有需要额外加钱，大约500至1000 yen 左右啦。同埋你会见到个 treatment 要做几耐，成功预约佢就会 send 翻个电邮同你确认，当日完成咗 treatment 之后咧先俾钱嘅。我咧就预约咗呢一间喺天神附近嘅发型屋，嗰日喺预约时间早5分钟到达。呢度咧会有个 locker 提供，俾你舒舒服服挤低啲嘢先去整头发。呢间发型屋嘅设计比较简洁，全部都系全个室嘅设计。全个室即系指间房入面净系得你同埋发型师，唔会有其他人喺度望住咁尴尬。新一年，等我整整个发先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一开始我嘅发型师非常之用心，差唔多用咗10分钟嘅时间同我一齐探讨下到底乜嘢发型同埋颜色比较啱我。我咧就预先喺网上揾咗好多樱花妹子嘅发型，同我嘅发型师一齐探讨下边一个发型同埋颜色最适合我啦。呢度咧就系洗头发嘅地方啦。在洗头发之前咧，发型师好细心咁用一张纸巾冚住我只眼，以免到时大家你眼望我眼咁尴尬。佢仲预先俾咗个新嘅口罩我更换，怕整湿咗原本我自己带嚟嘅口罩。各方面都几唔错。跟住咧就开始染头发啦。哇，原来我后面系包到咁个样啊！我而家先见到。以前发型屋会摆低一本本杂志俾你睇，但系咧呢度咧就有电子杂志睇。原来呢个乐天电子杂志都几好噶，一个月费就可以有过千本杂志睇。之后咧我自己都订阅咗啊。染完发之后，仲有呢几款洗头水俾我拣，想用边款？跟住咧，我哋就剪头发啦。
髮型師每個步驟都會同我確認同埋商量，令我覺得非常放心。佢仲有教翻我自己洗完头之后点样夹翻呢个发型。洗剪染烫吹加埋都系港币500元左右，大家下次嚟日本嘅时候都可以体验一下喺日本剪头发嘅乐趣啦。多谢大家收看今集嘅内容啊，再见。